基本上还是这些刚开始这段期间的都是权宜之计的，都是临时的。这个党基本上。主席，我们这个党基本上的原则是要的话，非常谢谢，早一点可以休息。要求的非常的严格，难得的经过多年的这个选举以及的总统选举，发生这个不可思议。从专业的眼光，大家。各位乡亲，我们基本上还是这些